我在这个还是有婚姻的状况之下，喜欢上别的女生。那在这个处理的情况上，承认外遇偷吃，陈彦博歪事比问政更精彩。已婚台北市议员陈彦博被一周刊拍到和古馆梅亚同游东北角，躲在暗暗的柱子做些坏坏的事。我也必须承认，是我先喜欢上人家的。你有什么样的问题，甚至你们的内容报道要怎么写，就我不干涉。那请你们把所有的矛头指向我。哦，当记者真的把矛头转向他时，你跟太太之间是会走向离婚的。哦，这个是属于私领域的事情，我就不多说了哈。他声称和古感妹是这一两个月变熟，可是滔滔不绝的他遇到这个问题突然停格了。拉面机。这个很难算。相信很多人发问：魔镜啊魔镜，陈彦博到底是谁？他最有名的就是创造了彦博问题的知名成语。杜琪英文怎么拼你会吗？ Umbilicus。我是医学专家，你忘记了。柯文哲周三出席防灾演练活动，被问到陈彦博绯闻的看法，回答：绯闻不是市长要管的项目啦，拜托。去年日本女优波多野结衣和北捷合作公益悠游卡，陈彦博也批评拿色情当卖点。这次外遇曝光，网友回呛：只准议员偷偷摸摸，不许百姓欣赏女优。陈彦博原配本来还是考试院公务员，因为行政中立请辞，支持陈彦博竞选。结婚十多年来哦，一直存在有一些问题。无论是脱罪支持还是安乱，议员内的信用何在？生活中心 ，credit， 你的信用 ，CREDIT， 报道。